先凡论剑走你。哎，先凡论剑还有的哇哦，还有两分钟准备时间，我们再强化一下自己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大礼包再来开一下，这个留着，名花针用了，剑丹啊，这个是刚打完的，伙伴提前管理卡鞋子留着。好，接下来上面的这个东西我看一下，现实好礼没有了吧，现实好礼，然后直购好礼，战甲直购也没有了，元宝回收，探宝，探宝不需要，有两个活跃度的这个可以探一下，活跃度还没有做完，御剑飞行神剑，我们领取一下神剑的这里任务，领取一下这里宝箱，领取官职俸禄，领取一下威望段位晋升。好了，这里完了完了，竞技场买下这个次数，手拿一根牙签来挑战一下，当前地图无法操作，那出来再打吧，神秘商城一会儿再说吧。活跃投资这个一键领取了，其实还可以再挑战一下的，别的没有了吧，终于充值充完了。我最后检查一下开服中榜，这里个人目标十阶零星，领取领取领取命格试炼，我感觉我可以搞一个全套八阶的，是不是，或者四件八阶的，我看一下现在身上的这个装备，身上装备八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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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有三件八阶，好奇怪啊，我刚刚是穿了一个什么，整理一下，应该还有一个真三星的八阶装备是我刚才领了的，可能还在邮件里面。哦，这个是八阶真三星的，这个坠，我擦，这个坠子一会儿有用，等一下我想想，七阶七阶七阶，我这个战力掉了的，我看一下这里冲榜。哦，今天给的是这个坠子，好的好的，你卡没了，等我想一下，开服冲榜披风皮肤，开服冲榜披风的皮肤，皮肤已经解锁了，暂时还没有，别的好像没有了呀，充值这里没有的 VIP 七每日礼包领取一下，然后特选礼包今天可以买吗，哇就可以买了，这个活动倒计时是一天三小时，我们明天再买这个东西，今天晚上要去找老板的加币了呀，头盔是七阶的，头盔是七阶的，好的，完了，这里没有能够把战力换上去，先等等吧，我擦，今天在这儿是不是可以挂机就可以获胜，应该不是，还是需要操作一下，挂机操作一下，千人千人水仙走过去砍一下，斗地莫寒，不好意思，清一下清一下，这里其实没什么对手，对手就是和康斯达打打，或者和发大财打一打，大财刘布，大财你现在战力4500万，还能勉强和我一干，别走呀，我战力和你差不多的，来碰一下你就没了吗，来开一下这个大招，我还有2000万血量，哇塞，发财你不行啊，怎么我血量都不掉的，你这太惨了吧，没了，发财没了，哇塞，今天我比他多了1000万战力，就那么猛吗，哇我谁在打我，妲己娘娘，我妲己娘娘好猛啊，我妲己娘娘太猛了吧，但是我把他杀了，哇赶快过来过来打个坐，千万不要死，我妲己娘娘他这个输出好猛，一开始直接把我2000万打掉了，1000万血量，血量差距越来越大，是的是的，2300万其实越往后应该差距越大，已经五杀了，请求协助，来协助一下，再来换玩家呀，是大才，大才我来了，姑娘等下我为什么被冻住了，斗地大招我要留着，斗地拜拜，我现在啊怎么还排第三名，红颜不是，这是莫寒，好的莫寒清一下清一下，攻击价高有可能，这里杀完呀，可惜哇死了，这刚突过来，哇这里的守卫我都能杀的，这里守卫也能杀，给力，我直接在你家回血，直接在你家回血，我擦给力，一分钟之后要杀这个祥瑞了，先挂机，这大将还是大名的，这大家太肉了，不好意思惹错对象了，走走走，我看一下这个小地图上面有两个人，揍了揍了揍了，我斗地开大招，清一下清一下人，1400万血量，1100900500万走，哇走巴杀，来你要追你要追，二要战电战发大财，哇大财在这儿，我就说谁打我打那么痛，我先加一点血量，好神兽要刷了，神兽要刷了，好了6 5下来，我在这守着，神兽刷了，我是第一击第一下子对吧，我打的，哎我直接就有600积分了，这第一下子真的很给力，直接就给600积分，哇塞爽，然后这里切一下这个永恒大虾，特别是把对方这个高战打的，清下人顺便积累一下我这个累杀，这个妲己娘娘我不能杀他，他就杀我，我就打不了，我这里要走呀，走走走，300万血量，我还好没有死，这个神兽我不要也罢，刚才我杀了几个人啊，杀了两个人，杀的不多，这娘娘还是好厉害的，娘娘你要死了，走你跳过去把娘娘斩了，慕寒拜拜，神兽揍一下，再吃一下这个神兽，然后神兽我不是第一的，我输出不是第一，所以这个没有拿到这个最高的这个积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连杀连杀给力啊，这大财别走，来杀一下其他人，其他人在这儿左边，在野区这儿，走你大虾你好，吃我一棒锤，100万血量瞬间空空，好13杀，我一定要把我的连杀续着，哇大财等一下，这里有大财和娘娘两个人一起夹击，我先走我先走，1000万血量也留不住，1000万也不保险啊，根本不保险，先打坐，你要打我你要打我吗，斗地来你要打我，真香，
大才在旁边走走走走，打不完打不完，他还是输出很高很高的。我擦，得得，我要死了，这是死胡同呀！我擦我擦，让我回去让我回去，我先打坐打一下，让我打一下就可以了。我等一下，我擦我擦，还有个永恒小天，我就说他凭什么大侠500万血量，他凭什么一下子就把我500万血量秒了？原来旁边还有个永恒小天，我擦，我是被这个永恒小天揍了，他这个人是低了，我偷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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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又得要重新来，我要去针对一下这个小天了。这小天真急而会玩，我偷，我搞了那么多钱，我充了30000了，我是充钱充最多的人，结果我还打不过别人，这也太急而菜了。3分钟之后我刷这个祥兽，和尚明显输出不够，但是我肉其实输出我够，因为我充钱比别人多，慢慢的我就比啊，就这个玩意儿，就这玩意儿，就不就这玩意儿，就你和我抢，来眩晕冲锋，眩晕眩晕，拜拜，500万血量，把他揍了，眩晕了，杀了他，别好杀了他，啊，他死了没有？我现在是第二名，好了，他刚给我加300积分，但是他只加了100，操作菜。这里面其实没什么操作可言，都是挂机过去的。我操作空间就是换一下这个敌手，然后走位走走，打几年那样，在揍我们的这 NPC 吗？揍的爽不爽？然后刚才我这个大招还没好，斗地在这儿，来斗地杀一下。刚才就是一定要把他的那个连杀杀了，所以我刚才我死了也无所谓。然后发大财，哇，发大财被集火了，来别走呀！等一下，我好像被集火了，能换一个人吗？换不了人，发大财，这个发大财操作不行，还是这个鲜血可以。哇，这人头被抢了，我偷，我看一下哪里还有人，中间还有人。永恒小天啊，就你就你，我开这大招，大招还有最后2秒钟，把他杀了。慕寒，慕寒你别走，这里要是可以跳斩就好了，直接跳过去，好，直接晕住一套。你看这个永恒大侠他追过来，就他刚打我，根本不配做我的这个对手的。哇，娘娘，你来杀这不用刀是吧？结果遇到了我，可以了，轻松的有一个人帮我扛下这个伤害，我直接输出无敌爆表。对，六件属性我没有升。哇，这里啦啦啦啦，哇，最后回了口血，把我奶回来了。等等等等，你再追，你再追，我先回口血。好，血量回满了，法术攻击暴击破甲。好的，一个一个来吧。哦，这又是莫寒，那走吧。他既然不尿我，我也不尿他。来切换一下人，永恒小天在哪儿？他在这儿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有看到，但是你死了，我在变身状态，你还和我打，我变身和大招都在的，直接把你秒了，舒服，连杀5人。戒尘，好，哎，享受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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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享受又来了，先打坐。好，走走走，享受要刷了，走。A 一下 A 一下，好，挂机。大才，我先把大才杀了，来大才，拜拜。没想到吧，万花丛中我找到了你，我不想打 boss， 我打 boss 就是被人砍，你也别打。哇，打几年了啊，打几年了还痛的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打几年了，求放过呀，求放过，放过呀。慕寒，哎，打坐打坐打坐去，600万血量，哎呀，别拉我，哇，这控好难受啊，打坐丢杀了。好，继续挂机，再来打几娘娘，哎，别打神兽，神兽输出拿个第一不行，那打个第二第三也行啊。这小天也在，我们把这小天杀了，小天我要把他杀了。对，就这个人，就人戳他屁股，把他偷了，砸死他。好，他死了，我好像也要死了，我200万血量，哎，我95万血量活了，哎，我把小天给干了，小天没有了，小天没有了，哎，就是这个人，这个是我的敌手。哎，怎么我第四名了？我刚不是第二吗？怎么排第四了？哎，打几娘娘杀一下，这神兽也没有了，怎么排第四了？哎，手拿一根牙签反而提升上来了，我偷啊！天赋不要乱点，开心再点。等等，天赋我点都是输出天赋，其实应该差不了太多的。等等，这个活动我真的每次我就拿过2次第一，第一次是没什么就跨服对手的时候，我很轻松拿了第一，那时候战力我是第一，遥遥领先。第二次是那个千雪不在，我拿了个这个第一，哎回！我看到400万血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已经来不及了，我擦！主要是这个连杀，我这个连杀老是断。看一下别人的这个连杀，别人25连杀，你看永恒小天他才6连杀，但是他杀了23个人。啊，等一下，这个永恒小天他为什么杀了23个人？助攻12次，我杀人数和助攻数都比他多，我死只死了3次，他死了13次，凭什么他4000积分，我2090积分？我们阵营是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们阵营比较菜，我们阵营积分比较少，我们这边是比较菜的。他给的这个积分加成就比较少，不然我这个操作绝对第一，我这纯粹是运气不好。来打个坐，时差套装使时差不是问题。好的好的，等等，装备其实也是很问题的。我告诉你，这里真三星装备特别难弄，真三星再往上弄，这个套装使才是需要的。真三星我现在一套9阶的我都搞不了，一套7阶的应该勉强能搞，就是仅此而已。但是我有5套装备啊，5套装备每个都可以搞一个这个7阶真4星的。
我打连杀加的积分多，但是对面你看，对面很不公平，他这个连杀才有五个，你看五个六个，这妲己娘娘也是，这连杀就那么少，凭什么积分那么高？都四千，他们也有可能是杀我杀的，是不是？我要去找这个积分高的人，我要去杀他们积分高的人。我最后58秒发大财，发大财！你别凑热闹了，你才3000积分，那也把你杀了吧。我不杀你，我不杀你，我要去找别人杀，我要找这个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哎，你在哪儿？上去看一下，永恩小天和这个娘娘，哎，就这个，来杀了杀了，永恩小天。这个人积分贼高，我现在是3200的积分，杀了杀了杀，3400，哎，加了200，那我没有戏了。这里是谁？这里没有办法了，水仙没有了，这里已经不需要加血了，20秒，可惜啊，妲己娘娘又是一个妲己，好，杀了，终结，加了多少？又加了200，可以的，3800积分，能不能搞个第三名？第三名也行啊，哦，等我搞不了了，第三名也要4400的积分，永恩小天又杀一次，3800，哎呀，被人抢了人头，我偷。5、4，完了，我这个连杀真的是给跪了，哎呀，杀一下杀一下啊，第4名，最大连杀，其实我最大连杀的话已经是排第2名了，我这个输出也贼爆表，我这个杀人头也是32个排全场第2，但是凭什么今天就第4名？这不是这个职业不太行，是我这个阵营被针对了，我们这个阵营只有连杀，只有像他，只有像那个谁一样25连杀我才有机会拿到这个第一。好，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抽奖环节到，对吧？每天8点活动做完我们就抽个奖。看到这里，3本书是老王图想要读的书，我现在是有电子版，我会去读电子版，这个纸质版我就送你了。然后这里是119块钱包邮到家的，我也是直接就送你，不要钱啊，但是条件是这里要有一个粉丝牌牌，新用户1块钱，老用户3块钱，加入粉丝团就可以发弹幕抽奖。好，现在我们倒计时10，等一下我先截图试一下，截图有没有问题啊？截图没有问题啊，截图有问题的我们用这个 QQ 来截图，它这个微信截图因为我显示比较多有问题。来，大家发任何一个字幕我们抽个奖，来，10 9 8 7 6 5 4 3 2 1 0，截图截图，截到一个零仔玩玩。好的，零仔玩玩，欢迎你私信我或者微信知我一声，我明天把这个快递免费发给你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然后接下来继续游戏。 OK，今天这个抽奖好快啊，我就喜欢这节奏，快节奏的快枪手，啪啪啪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挑战一下，然后接下来这个套装需要先研究一下，我还是搞2+4比较好，但是太卡了，这里打完这个副本要重启一下游戏，稍等一下。哎，怎么还有个好礼，30元68 98，我偷。来，老板加币，老板加币，加1000币吧，我今天要花6000多的这个币的，但是不能快。有道理，好像有一些的这个道理。先让老板加加币，我的天，忍痛离开，再领取。我先退出游戏，重新进一下，刹不住了。我顺便说一下，这3本书是讲什么的？3本书讲的就是这个职业规划，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职业有迷茫，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些职业是干什么的，对吧？不知道投资人是作为什么工作，不知道软件工程师作为是什么工作，不知道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做一个什么工作的，对吧？你考虑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，也可以考虑一下，读一读这样的书，了解一下，对于你之后去做这些行业是有帮助的。无论是大学生也好，无论是这个什么样的，不是给他打个广告啊，是因为我觉得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以后我也想去做一个这个培训班，就是培训各种各样的技能，可能就是让他们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我希望就是以后妄图改变世界，改变到最后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，简单花10秒钟说一下，就是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什么，我们擅长什么啊，就这个问题。我希望让他们接触尽可能多的事情，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培养出各种各样的兴趣，多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啊，让他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事情，然后选自己适合的行业，成为这样的人才。所以这样的书我是想读的。简单来说，培训游戏不是游戏，这不是我的这个最终理想啊！牛皮，别吹牛皮了，好好研究一下游戏吧。好的，这里不吹了，然后直接首领先挂着，对吧？这个首领490500。啊，这个 boss 特别少的，这个传功先不传了，先让我打 boss 好吧。然后我先找找这个七阶装备哪个被替换下来了，有个七阶真三星的被替换下来了，要么就找一个8阶的腿和手，腿手头找一下，七阶的手不行的，哎，8阶的头穿戴，这样就是2+4是吧？这样就是2+4了。来，我们给布装放一下，这个链子可以放进去，8阶、9阶三星、8阶三星、10阶两星，这个肯定能加战力吧？这个10阶两星，我擦，这个11阶三星还比这个7阶四星要厉害，我想不通，哎，真的有点没有想通的。这里哦，这个头可以放这儿，好的，这个9阶三星的头留着，再打一下500级 boss 手里剑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去搞搞事情了，我们把套装打造一下啊，套装是还原了的，5400万战力，怎么还少了？怎么这个战力还少了？我擦，这个套装好像还是有问题的，还是要尽量往高处做，还是有问题啊，还是有问题的，问题不大。
接下来我们把下面这些红点做一下。哎，等等，先把这好礼充完。是不是好礼充了呀？30块钱充了，哇，已经加好了。OK 的，68元充一下。他这个好礼弄完之后是通过邮件发的，头戴错了。好，头戴错了。OK， 我头盔错了。OK， 一会儿看一下。来，98的买了，128的也买了。好，全部充完。头戴错了，头就是想着7接3真3星的，这样的话有2个8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这是3个8，投错了，投错了，投错了，我这看错了，这个要怎么办呢？可是真三星的手我也没有啊，这里面装备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很烦。这加37万，果然这个头不是8接4星的，8接3星的真三星的也行啊，8接真3星的头没有，鞋子也行啊，我找找。8接3星的头这里有一个，穿这个我觉得有点丢人，穿不出去。8接3星的头，这个不是真三星的，我不是很想用，但是事到如今好像也没有办法了。这个8接真3星的头我真的没有看见，整理一下。好，8接3星的头穿一个吧。这少了100多万战力吗？那么恐怖，这少了100多万战力。我打造一下这个套装试一下，自己加50万，再加25万，这回不来啊，还是这个7接4星。我套，我想想，我们换一个别的吧。这个衣服7接的这个还是留着，我们把这个手或者这个鞋子换了，鞋子的话换一个8接鞋子，9接鞋子，合一个8接鞋子如何？合一个8接3星的鞋子，破原靴，合一个真3星。哦，真3星没有8接的，直接穿上。这次试着做一下这个套装，感觉还是不够，还是差了20万。我擦，感觉差不多吧。这个其实真3星也是挺牛掰的，他这个4加2好像不是特别厉害，我觉得先不管了。然后这里先升一下这个龙印，有155个材料全都用了，加了3万，这个龙印加的战力实在是太少了。这里590打不了。荒古神域我们去找一下，这里每天只能挑战2次的，退出挑战一下。和3接3星不是可以了吗？3接3星材料不够的，8接我基本上没怎么打8接的 boss， 我之后还是朝着9接去做，9接和11接。现在其实主要是做这个11接装备的啊，获得这个装备又解锁一个功能，荒古套装。我擦，这里升级，我的天，又解锁一个荒古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开服中榜我看一下，这里是消费房，昨天的消费房领取一下这个称号和宝石，出榜限购没有了，对吧？今天就没有这个榜了。只有一个披风还行，但今天如果有消费榜的话我也是第一。黄金圣装，哎，再领取一个。哎，怎么有一个领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可以领取一个这个黄金圣物？黄金圣物激活，这个衣服我已经穿了呀，加65万战力。这圣铠我穿一下，穿戴一下，我还是觉得这个衣服帅，这个武器也很帅。我擦，然后荒古神域再打一下，免次数。哎，这是免次数的，看名字，点开名字，4减7粉不行吗？4减7粉，这个8接的就没有这个粉装了。这里好像可以一直打，他本来是只是可以挑战2次，但是可以一直挑战呀。我这个我们最后再来挑战。服装的头没有带，好的，马上给服装换一下呀。干扰了，93的头穿一下，这里还有个头，8183来一个。好，差不多，还有个鞋子，真3星的鞋子。 OK，战力其实差不多，多多少少多几十万，少几万，少几万其实问题不大。这里我们还是打450的 boss， 这里哇可以打450的 boss， 这是第一次可以打这450的 boss。 这个里打这个个人 boss 给的特别好，看名字，点开名字是什么鬼？我这里没懂，点开名字不清楚，请求协助，来协助一下。哇塞，这 boss 爆的就是贼爽，给的材料也贼多。开一下，我一直在开，一直在开，一直在开，备忘满了，空间不足，来先锻造一下，锻造花费一下我这个装备。这里还有300多个材料，我醉了，那么爽的吗？呀，再锻造一下，这里能不能两个都点了？好，锻造了，啊，能再锻造一下，100%。这12接的2线，舒服。12接，75，11接 ，OK。谢谢林仔大大送的礼物，非常抱歉，你们就是能不能帮我感谢一下那些大佬送的礼物？有时候我真的这个电脑上不一定能看到，也有一些时候我可能自己精力有限，看不到这里这个礼物，非常抱歉。但这些大佬都是支持咱继续氪金，支持咱这个继续氪金下去的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。这里还有两个感谢信，有限还可以一键提取，我擦，再提取，这东西没完没了了。好友改名了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突然间把这个删了。氪了一共多少？应该是3万了。传奇宝藏啊，完成任务树，这里还有好多东西。第一天送这个图鉴，哇，这里又来新东西了，又是一个新的七日福利。我擦，超值福利搞起来，23个任务完成了，我这也太牛了吧！8级宝石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这玩意儿，新型，哇，新型光仪，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个攻击时额外做成什么什么伤害，加了4万。哇哇，这个特效，这游戏的动画其实还可以的，不愧是大厂，大厂游戏还是可以的。这里14万，哇，14万还是给他点脸，升一下级。然后现在巴里曼圣有什么活动？我们一会儿进去看一下。我感觉西瓜的这个水友还是就是也很热情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如果我在哔哩哔哩的话，那肯定比现在要厉害。哔哩哔哩的话，现在这个热度保守也有2万，然后这里人应该是不少的。哎，这个九层妖塔，这里不好意思，九层妖塔我需要稍微操作一下的，因为我之前九层妖塔输了，剑心使用一下，这个能加多少？加1万。空岛 boss， 哎，空岛 boss 就3次。丑啊，璎珞使用一下，我们稍微切换一下这里的人，他因为打这个 boss， 他挂机的时候经常会去打这个 boss， 要切换一下这里的人，把这人揍一下，很快就晋升到下级。来揍一下揍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把人头交给我一下，谢谢你的信任啊。等一下，我先揍一个 boss， 我就差一个技能，刚刚那个人头还被抢了。吃饭了没呀？吃了，下午吃了一顿。哇，元宝2000个元宝，给力。哪来的2000个元宝？梅花针再升级，暗器、神兵、魂器，哇，50个，70级了，舒服，加了7000，荣誉5000个，元宝、糖葫芦，这里伙伴给皮肤升一下，翅膀、坐骑，我刚好升一级，加了1万，这里还有这个装备可以分解，来点击转移，确认分解，升级。我感觉我过年之后，甚至过年前，我们是不是就得要回到这个 B 站了？真是我出战，真是我出战，我头大了，大哥。战甲打造还没有打造，战甲第5件，打造加了12万，舒服。这里再领取，然后再继续打造。大哥，让我继续打造呀！战甲继续打造，这里好多材料，1个。啊，这里怎么老是让我过来啊？再打造，然后再打造。好，又是加了19万。4阶战甲打造1件、2件，加8万，加8000，这个前3件好菜啊。然后右边的这个打造不了了，这个神武高阶的原始没有，还有冰霜战甲，我的天，就是这个东西占我的这个背包格子，各种种类的东西都有，又加24万，我的天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我擦，今天如果没有拿到这个，哇，把小莲揍了，来，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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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发发，你揍一下，把这个小莲揍了。哎，怎么人头被抢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里啊，今天先不要拿这个吧。今天一根阳气宝石，今天这个主要这个战力还没有怎么提升，我觉得我好烦人啊，这事情忙不过来，改天我们再好好的打这个九层妖塔。今天先把这里别的东西做完，然后精彩活动探索一下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全部都要做一遍的，这样的话，等到最后一天第7天才能把最后这个东西领了。杀了50个玩家，好变强，战甲再打造，打造再打造，15000，又加22万，2阶，哇，这个好给力啊！1个、2个、3个，加5万，1个、2个，没有了，加3万，舒服。最后还有一个幽冥战甲，这个幽冥战甲看起来有点厉害的，哇塞！然后再来炼体神功，185个，升了，让我买东西，让我买东西是什么意思？不清楚。然后这儿下面的礼包领取一下，挂机卡使用，限时活动报名呀，报名我又忘记了，菜菜菜，昆奇打菜把我杀了，问题不大。我到时候把你录了，宝图合成哦，这里可以用这些合成这个高级宝图，道具合成，来始源石一键合成，也提醒我了，合成完了，下面还有东西吗？没有了，倒是没有了，怎么还有？还有一个圣心兰花，合成一下，月卡投资领取，等级投资领取，400级了，领取3000的宝钻，巅峰投资没有了，然后上面我记得还有个什么东西，还有个什么鬼，还有个什么特权，我记得还有的，好礼领取，再领取，再领取。这里我记得还有个什么，刚才不是说明天才买一个东西吗？今天我就买了吧。成就领取，还有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谁提醒我一下？天神寻宝精彩活动不是？天神争霸也不是？新手冲不是吧？周一充值不是？完了，我也找不着了。来福利我们领取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每日签到第8天领取一下，又死了。战甲直购礼包翅膀，我看一下这个什么活跃礼包一键领取，然后这个战甲黄金战甲，这个是再充2000可以获得一个这个翅膀是吧？好的好的，现在呢已经到第几个？哇，右上角是有这个技能的，我知道了。哇，血染到底，哇，可以使用这个技能，哇塞，天罡之怒，哇，菩提心肠，哇，这个技能可以使用，到时候再研究右上角这个技能啊。手套没有啊，下面没有，限时好礼这个是没有的，直购礼包也没有，等我找找啊，总会有来的。这里次日连续充值大礼包没有了，这东西太多了，以至于我都找不着。天神冲宝没有了，天神兑换不了，新手冲不是，开服中宝应该也不是，福利我们起伏一下吧，把经验啊，经验可以起伏了。哇，升了半级多，等级提升了。VIP 里面，我看一下 VIP 里面，哦，是这个特权，买一下这个专属称号，68块钱买了高阶武魂，买一下，好，给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再买一个，
这个要巅峰110级才可以买啊，这个不行。好的，就是这玩意儿。我擦，又死机了。刚好现在也这垃圾手机不适合玩这种游戏。等到我新手机到了，我搞这个游戏我就不畏惧了。好的，进游戏，进游戏 ，Come on， 进来。哇，好帅啊！加上这个武器，再来银票高级武魂。确定传世石头留着，再变强荒古替身，再提升一下，这装备都给大家提升了，然后合成一键放入，一键合成，好，没有了，我加49万。琴艺对决啊，琴艺对决是今天9点钟有一个新活动，叫做琴艺对决，哇塞，等着等着等着，巅峰竞技的话每日荣耀领取一下，竞技场这里排行奖励，好，加4万战力，舒服。然后九层妖塔这里啊，是现在有这个活动，巅峰晋级就是哪天开啊？周三、周六等等吧。这里把这个技能发一下，可以的。神秘商城我看一下，神秘商城其实没有什么我想买的，有这把，想买的时候再说。哦，这里还有每日礼包，买下买下，15块钱、15块钱、12、6块、6块、30、30、12、30。好，都没有了，神秘商城不刷新了，留着吧。我这里应该达不到这个第一，肯定达不到第一，不用想了。这里还是需要操作的，奇遇。寿比南山，好，领取一下，哇，不容易啊！经脉系统再升级，还有2万的经脉，再通一下。背包这是什么鬼？背包的这个服装啊，等等等等，提升天神，天神的话再升再穿一下，加2万，再穿一下，加27000，天神要诀加5万 ，OK， 再进阶，加28000，再升级123，加了4万，来再有一遍升级40级、50级、60级、70级、80级，哇，这个橙色的加了好多，加了45000的这个战力啊。大哥你挂机啊，倒是武魂提升，我再提升一个，这又多了一个，这个加了47000，然后再升级，哇，再给这个提升一下，270级了，我手动点一下，276，下面的红点点一下，加了57000 ，OK， 变强提升服装，服装的话，哇，祝福又有那么多祝福，这里可以穿9阶的，这里11阶、9阶，我想想，给他全部弄到11阶吧，11阶的衣服，11阶衣服，先弄11阶再说，这里把剩下的弄一弄9阶的。哎呀，现在9阶弄到10阶了，不好意思，好就没有了，只有给这个再弄一下，9阶弄10阶。好，灵装是什么鬼？灵装这个祝福也有，永恒小队又杀了我，天神可以抽抽，天神明天再抽，欢迎你明天再来。10阶、10阶、4件、5件。5件没有了，刚好结束。这里又可以把10阶2星穿上，加2万多，10阶装备都那么给力吗？10阶2星耶。才是，这10阶 boss 我也要注意打一下。然后这个拿到第几没有注意，但是一会儿就慢的时候就知道了。